里。
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 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我。后来，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
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都是废物，信什么狗屁如来，不如我自己来。Yes!
笨货，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包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一起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是我老师一把终生之苦，愿以无上之力化群众。我说，放屁！杀生仇恨不止息，斧头大，强弱如虹。无视一切有情之欲，不忘时。
更畅快些。
我受够了这些经文偈颂，什么灵山天地，我要创立新的极乐。而战，迟早也会死在他人手上。吾皇眉只为自己。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袋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，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哎，大肚皮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恕罪恕罪。哼，拐你一次我信，拐你两次猪都不信。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。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。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，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
师兄此番下界倒是去了好久。说人话，这回我又赢了金蝉子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可悲。若不能赢，还仗什么因果人心？石猴不过自封齐天，那四庆童儿却敢自立宗庙，自封世尊。亏得你佛心坚忍，勇猛无惧，竟抵住了他的引诱。那些个星君魔将、高僧大能，一个个乱了性情，坏了道心，真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偶像。你一路迎霜冒雪，可曾嗅到世人痴心破灭的味道？这么好的差事交了我们，你真是大造化。大个屁，这一路挑到魔间骨头都累折了，你只快些走吧，休要误了我吃酒。我闻到那药婆有些个怪癖，八节四十都要进补，每次进补必要成亲。有次夫人来此贺喜，挑了面宝镜做礼，名为赵古镜。什么？赵古镜？我记得夫人时常念叨，言语间好生可掬来。哎，你听我说完后话。哎，那妖婆拿镜子一照，就失了神，转身就把镜子扔了。夫人因此生了闷气，便不再亲自动手了。桃姑可没完。老子一路上轿都睡不着。谁在里面？我好大胆，无人的河里也敢动。
这年头，躲在哪里都没个清净。哪里来的女菩萨？快下来说话！这就走了？还羞什么呀？